xiangzi 家人们，这么多人啊，这都没味了吧？ 漂亮漂亮，看没有？那有个唱戏台耶。走了，张娘等着呢。又是狗屎团，我已经买了。 多糖啊，背不动了。家人们，现在带你们来成都，穿着巷子，你是火锅，刚刚有唱川戏。 这叫成都必买的香水，这样走进去。好，土豆，南京小土豆。小土豆是吧？这个很香。 冰豆花，这个就是挖耳朵的，不敢吃。挖耳朵。在哪里买？哎，小王，开始。买点糕点吃，试试看吗？有啊。现在买啊。 再等，看一下我们中国多兴旺啊！人可多了啊！ 这个人牛不得了啊！我们在找你啦！我的印象当中，快点，下次不是在。哇，看，这是手信，家人。 有钱别漂亮，看红牛。这是谁的嘛？哇，自己做的吗？成都手工刺绣啊，看一下。哇，漂亮哎！肖像锦。 做香水了啊！下楼了。您。
个人多的呀，家人们怎么样？好多人。表演，化妆拍照。晚餐，一个人也不能点太多菜。吃饭这里名字叫魅族东坡，还很优美。东坡先生在我后面有一个雕像。吃完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铜的艺术，家人们。这织饼人头，威仪身后刚好可以换掉，现在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头，哇，真的栩栩如生呢。我很喜欢这个心。这个铜做的向日葵花。那个墙马，啊，那马是瓷器，还有铜马。OK， 这中间好像是淘宝就有了。这个东西很漂亮。家人们，红顶，斑马奔腾。天鸟，天鸡，牛，耶，马，哇，天香福运，漂亮。真的是每一件都是很美的艺术品，家人们，漂亮。这里标价就是有钱就可以买了，知道吗？有整套。你可以收多少包呀？30。拿宝宝，拿宝宝。鹿王天成，家很有很客气，嗯，
猪东坡里面吃的饭呢。走光过，不要错过呀！里面湾仔，快点，快点，你老幺了。活的银耳，活的银耳可以补充胶原蛋白。里面还有其他口味的，直接尝尝吧，味道很不错的，往里找一找，往里找一找啊！里面还有人参啊、燕窝、阿胶十七种口味，免费试吃，免费尝尝，往里找一找。妈，买可以买。来，进来尝一尝，免费给尝，免费试喝各种口味。买进来。哇，那雕花好漂亮。再把自己写上。变一下。